我觉得我的旅行运超好，就是我们其实一直都很期待来台东跟花莲表演，明天我们在花莲也有表演，所以就是两日游。所以原本以为台风会来，然后就礼拜五的时候就点开那个气象，然后发现哇离开了，就差那一点点，很开心。下一首歌叫做《音娜》，介绍一下这首歌，它算是我们 set 里面调性比较悲伤一点的歌。然后它其实讲的是父权社会下面的一种感觉吗？对。那原本这首歌叫做《北考音娜》，就是不会哭的小孩。那我们就把不会哭，就是眼泪流眼泪，对这个。这个动作来当作一个隐喻，然后写成了这首歌《北考音娜》。Yeah.
谢。